我是去上班，不是去选美，反正都是穿白大褂啊，就这样吧，走。你第一天上班要穿得像样，这样才能给别人留下好印象嘛。这些都不行。怎么都不行啊？这不都挺合适的吗？你呀，就对自己没要求。现在还来得及，咱们走。去哪儿啊？试试。行吧。真不错，看上挺精神的。不要这件了啊！我觉得挺值的。再说了，你也应该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呀。一千二呢？别管钱了，我买给你的，合适就行。你好，沈小姐，人给您带来了。转个圈，凑合就这个吧。谢谢沈小姐，这套西装连同衬衫还有领带，一共是19000。哎，这皮带给我拿过来看一下。好的。给您，沈小姐。一块算了。好，谢谢沈小姐。沈小姐，您慢走，欢迎您下次光临。谢谢。嫣然，你上班了？哎呦，我都不知道，这几天工作简直要忙死了。我帮你整理一些了，可是还有这么多呢，可要辛苦你了啊。没事的，应该的。哎，对了，陈总要年度报表，你记得尽快整理出来交给他啊。好，我马上就做。行。我帮你做吧。不用了，谢谢你。啊，那也行，那我忙我自己的事儿去了。哎。漂亮，这皮带我喜欢。你怎么想起来给我买礼物了？哎，我这不是顺便吗？啊，对了，方浩就要过来报道了。什么职务？哎，医院缺不缺护工？大小姐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是说不能搞特殊化吗？所以啊，让他从最基层做起。别开玩笑了。我没开玩笑。哎，我是说真的，你就跟方浩说，这是我们天成的规矩。来的所有的新人呢，都要从最底层做起。如果熬得住呢，就熬；熬不住呢，就卷铺盖走人。行，既然你说了，我就配合你，让他去做护工。不过可提醒你，这是姑父的医院，我要替姑父负责。如果方浩是个人才，我可不能一直让他做底层工作。嗯，好了，没问题，你看着办吧，我走了啊。佳妮，第一天来上班你就穿成这样啊？这样怎么了？不好吗？确实打扮过，不过还是太土了。这么土的牌子，你好意思穿到我爸的医院里来吗？幸亏我有先见之明。西服、西裤、衬衫、领带，我都给你准备好了，够意思吧？拿着呀。佳妮，你看我怎么好意思让你给我买衣服啊？你都好意思穿成这样，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行，那一会儿我换上，我也就不再给你丢人了，谢谢啊。